一切人都是佛菩萨啊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相信呐。可是相信很难呐，众生都在作恶，怎么是佛啊？告诉你，糊涂佛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，一时糊涂啊，做了一些不善的事情。那会看的人呢，不见得是不善啊，不会看的人以为是不善，会看的人的时候我还感恩他啊。为什么呢？视线种种不善叫我们赶快离开娑婆世界，赶快离开六道轮回，赶快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怎么是不善呢？啊，他要不这么表演呢，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很可爱了，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他这么一做的时候，叫我们赶快去。啊，那你比我们真好，生活环境也好，居住环境也好，学习环境也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所以善跟不善没有绝对的标准。啊，就看你怎么看法。八面玲珑，你看哪一面？啊，佛菩萨教我们都看感恩的这一面。啊，我们永远以善意待人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感恩他。他障碍我，我感恩他。啊，他陷害我，我也感恩他。啊，为什么？替我消业障啊！无量界来到今生呢，生生世世哪有不造恶业的道理啊？善恶都要报。啊，天堂上是善的果报，啊，地狱是恶的果报。既然造了业了，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？啊，像唐太宗所说的，他在地狱出来，人家问他：“你是个好皇帝呀，怎么也会堕地狱呢？”啊，他怎么答复的？好皇帝造了地狱罪业，能不受果报吗？他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说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佛说的，菩萨说的，上帝说的，珍珠说的，都这么说法，你去读经。啊，古圣先贤都承认。啊，孔子做西辞传，注解易经，里面都说，积善之家了，必有余庆，即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，有灾祸。啊，这是现在科学里的所说的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法则。说得好啊，阿弥陀佛。